大家好，我是恶人骨塞组师兄。我听说这个东西搞得不吃，搞了这么多骨头，今天我想来试一下清道夫骨头，它味道到底怎么样。都说这个玩意儿生命力旺盛，但是我在骨头放了两天，你看吧，它就嗝屁了，救都救不活。我用了好多种方法都没把它救活，所以我今天就来点杀它了。我们先把它身体给它掏空，因为我们不吃肉，我们只吃骨头，我们只是骨头的搬运工。洗一下，先把它肚子给它掏空。哇，感觉好柔哦，这个肚子里头。我已经把它的身体掏空了，现在我们要去把它蒸一下。这个鱼腥味重得不得了，下锅蒸。开锅，用雪山冰水给它凉一道。我们现在把它多余的肉去掉，还把这黑黑的壳壳去掉。掏了这么多肉出来，关键时刻这些狗儿啊、猫儿啊都不见了，就只剩妖姬一个狗在这里。来，妖姬妖姬，你吃一下这个清道夫大餐，好不好吃嘛？还可以。经过我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啊，我用铁刷子使劲的刷，使劲的刷，才把它这个脑壳上的这个黑蒙蒙给它刷的这个样粉。来，上高科技。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出来了。烤的我两眼昏花，终于烤成这个样子了。下面都有点焦了，准备撒料，神奇辣椒面，葱花。这个烤的还是很香的，但是就是有一点苦，我不晓得是清道夫骨头的问题，还是我嘴巴的问题，反正就是有点苦。我找一块不焦的。跟那个花莲骨头的味道差不多。好，我把这一块给这个狗子，让它吃起来更脆。来，尝尝尝尝。有没有想好好说了？